爱因斯坦当年发现南美洲大陆之前，大家以为大海那边还是大海。那是哥伦布。哎，你是不是还参加过什么射击队啊？不是射击队，那就是战队，玩游戏的。我要的是能够拎上场打比赛的战队。那你现在为什么不打？你那些队友呢？兄弟们，处理点小事儿，先走一步。哎，弟妹，你别干了。这帮还往里走，怎么打进我挑战赛？你是个队长，没有领跑的，你的战队永远走。一个人能走多远，取决于身体协调。枪法不错，不如你来我的战队吧。你战队什么配置？我是狙击手，枪法还不错。有一个游走，他枪法不咋地，但是防守一手。怎么打？全都套了，我们就这么打。爽一把怎么了？我们队还有一个女队员，她的枪法可以打掉。这么优秀的战队，我他妈一分钟都不想多待。你们俩在别家就滚蛋！不求门。战队掉淘汰了，还在这里内斗。比赛打不好，事儿一大堆，一帮 loser。考虑一下，来我战队。我战队都解散了，我现在不打游戏了。在单位上班呢，各位领导，我干了，您们随意。哎呀，我就不明白，这什么事？我把我自己的爱好当成职业，当成理想，我哪儿做错了啊？你这样就放弃了？在你的游戏世界里，你可以尽情施展你的才华，但是在我的游戏世界里。连猪都敢走自己想走的路，你还不如一头猪啊！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我要辞掉你的工作，端铁饭碗，求稳定，这是大多数人的理想。那不是我的，你凭什么觉得你这是对的？我反复提醒过你，做事多动脑子。你脑子里边想什么呢？你我想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。现在。就看谁能把握住机会。你说的对，青春特别短，所以我要把我的青春用在我最热爱的事情上。做不想做的事儿，能够忍一阵，但是忍不了一辈子。热爱是藏不住的。这一次，我要做一个更大的梦。我相信，就算输得屁滚尿流，我也有无数次重来的机会。因为有你在，有我的队友在，我对我继续下去的勇气。我叫萧峰，枫叶的枫。我叫陆小北，北方的北。